大韩航空公司为了庆祝他们东南亚航线开航一周年纪念，今天下午在台北市国宾饭店举行了一项庆祝酒会，邀请各界人士参加。应邀前往参加这项酒会的包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局长毛寅初，以及在台北设有航空站的各航空公司的负责人，另外还有各国大使馆的重要外交官。酒会进行得非常热烈愉快。